嗱，翻到嚟最後一節咧，我想問一下蘇珊姐姐咧，點睇而家嘅現今嘅香港嘅樂壇咧？嚇！而家現今嘅樂壇嘅兄弟姊妹咧，就我就覺得要俾心機，更加努力咯。因為我哋嗰代嗰啲藝人咧，就比較多元化啲，係，同埋我哋經歷嘅路咧，係比佢哋困難啲，所以變咗嘅實力咧，可能同佢哋有啲唔同。例如你揾歌詞，我哋嗰代咧真係要聽住自己寫。OK。上海灘咁計啦，而家我想聽上海灘，上網係咪即係已經唔同啦？個收穫，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可能啲路咧，即係以前做好多功課。係啦，但係而家咧當然有多咗好多平台。如果佢係一個係真係好想為歌唱界有啲貢獻咧，就要俾多啲心機。我就覺得。咁你覺得一句説話咧，其實香港樂壇已死喎，好多人咁講，你同唔同意咧？我就唔敢講話死咯，但係可以講話香港樂壇慢吞吞咯，咁樣係啦，慢吞吞咯。以前真係學友劉德華、葉振棠嗰啲歌啊，李隆基啊，甚至陳浩德個歌啊，你一聽你就認得㗎，把聲。譬如悲秋風啊，德哥或者咩啊，李隆基堂堂男子，男子漢阿 Lam 啊，一月六日換個對象。而家好多新嘅歌手咧，嗰啲冇咗個 style， 係啊，你變咗比較難聽得出佢係邊個。實在有幾個唱得好嘅，但係有陣時你分辨唔到佢聲嘅，你覺唔覺得？同意。所以我只可以講話你慢吞吞咯，希望我哋香港樂壇會更加有好啲啦，進步咯。我本身就好中意睇呢個演唱會嘅。我記得喺上年嘅時間咧，我喺香港咧都抽時間咧睇咗個叫做咧係李隆基啦、威利啦、大 L 咧個龍金威演唱會。咁嚟緊好似阿蘇珊姐姐都會喺嗰個場地開演唱會係嘛？係啊，我而家即係籌備緊我嚟緊。係你嘅個人演唱會係嘛？係2019我自己嘅個人演唱會。其實我一路都有唱演唱會，有陣時係慈善㗎啦，或者係群星㗎啦。咁但係今次咧真係想籌備一個我個人嘅演唱會。以往都有人想叫我唱嘅，但有陣時天時地利人和啦，或者個場地我未必啱嘅。根本香港地方，你大家都知啊，好難揾到個啱嘅適合嘅場館啦。咁有陣時樂師啦，因為我係有啲要求嘅。有陣時人哋問我，喂，不如同你做一個演唱會啊，用 MMO， 冇意思啦嗰啲。嗱，你明嘅，中意唱歌嘅。你中意 live band 嘅，咁我梗係想要我中意嗰隊啦，嚇！即係我唔敢講為人哋嘅唔好，但係如果係真係成個演唱會係我自己嘅，我梗係人選，我都係想我自己揀啦，做到最好啦，係啦，係即係盡量做到最好啦。你寫嘢都係你覺得呢個適合邊個邊個，你想可以俾你揀嘅，梗係好啦。所以嚟緊五月咧，我就會有我嘅個人演唱會啦。咁你嚟緊個 schedule 咧？你話你嚟緊係會喺去 New York 係嘛？係啊，同阿陳浩德哥哥喺 New York 唱啦，跟住又要去温哥華。嗱，呢個好有意義嘅，幫列治文醫院籌款嘅。我成日都覺得，如果你有任何嘅才華，例如寫劇本，你唱歌叻，你做戲好。可以咧，抽啲時間回饋社會，做啲功德。所以其實今次去温哥華會好頻臨，或者甚至冇乜歌酬，唔係問題，可以做啲功德幫人，我覺得真係好有用。你幾時開始咧去參與啲慈善演唱會？我睇到有啲報道啊，你有時會同好似同一啲係啊，脊髓肌肉萎縮症啦、SMA 啦、善靈會啦、善靈會係啦，好多啊癌症啊，我好中意做功德，我唔會理你係有冇咩病啊，或者咩宗教，因為我自己天主教， okay. 我幫佛教籌款 ，I don't mind， 因為唔通你救人啊，你係咩宗教啊？你不是天主教不夠，你不會啊！你不是佛教啊？不會的嘛，幫人是沒有界限的，沒有宗教啊，沒有什麼意義的，如果你是有要有利益或者什麼的，所以for me可以幫人我是最開心的。我是一直都有做的，那在2008呢就幫脊髓肌肉萎縮症 spinal muscular atrophy， 因為原來那個症呢，原來很多人呢很樂意幫公益金，癌症，我知道
原來呢種病咧唔多人識。咁我去探訪啲小朋友，甚至我女都有份去睇，係好辛苦噶。係點會形成啊？呢個脊柱？佢原來咧嗱，譬如父母係正常嘅，唔代表你嘅小朋友冇呢個機會。佢有時你吻合咗咧，少咗某一個 ingredient 一個 DNA， 佢就會開始有少少。同埋初頭你唔覺㗎，因為佢分幾種嘅，咁有啲嚴重咧就係四五歲先開始咧，留意佢唔長大。或者咩嘅，佢嘅啲肢四肢五肢啊慢啊，個腦啊，即係好多嘅。最慘係佢唔知道，唔知道或者佢唔會走住，唔會離開你。咁你咪需要嘅機器，因為佢有幫助佢唞氣。咁你有呢個機器唔係咁簡單喎，你要人睇住。你諗下嗰個，要擺好多時間。你爸爸媽媽，我哋去探訪嘅一個家人，爸爸。睇八個鐘，媽媽睇八個鐘，另外八個鐘咧，佢一定要揾人睇嘅，因為如果真係停電，咁你點咧？兩公婆會拗霎，一係都係你啦，你係咪出邊搞玩嘢啊？所以就整咗個 DNA 一個賴咧，即係個收穫係好辛苦嘅，所以其實希望人哋知道有呢個病。如果有人遞啲 box 啊，幫希望人捐款去脊髓肌肉萎縮症，而家都有講嘅，其實咁就會好咯。等啲人知道，有啲人話嚇咩嚟㗎？佢唔會幫你，因為佢唔知啊嘛。你話四川振作，哦係啊，全世界都知啊。咁所以係想幫佢嘅。咁去到善靈會咧，因為我幫咗呢個 SMA 咧，就善靈會都有問我有冇興趣幫助善靈會一個一 part 咧，就係願望天使。原來咧善靈會咧呢樣都要值得講嘅。善終呢樣嘢咧，原來呢個善靈會咧係幫助，總之你要離開，不論你係癌症或者脊髓肌肉萎縮症，或者你係外痔，總之你就嚟要離開嘅咧，就希望教育啲人幫助，因為原來又係好需要分靈。點解咧？佢就嚟要走，佢有個最後願望咧，就好想去 Disneyland。哦，好有意義喎、啊、呢、這個。咁但你要籌款噶嘛？因為原來有好多人見你都。好像沒事，那你都要機票錢的、食宿的，這個真的很有意義，要有人帶你去的嘛。他有一個我們都很開心，他要想去萬里長城，不是遠啦，但你都不要說籌款，希望人願望天使，因為我自己推廣的時候，有時打給一些善長人中，我試過有人說好沒問題捐款，有些人你知不知道怎麼回答我？脊髓肌肉萎縮症，好啊，善終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我聽日我仔結婚啊，我哋唔好傾住。哦，有噶，係、哦、啦，唔吉利。係啊，佢哋有少少嘅尷尬啊。Okay， 所以都呢兩個慈善活動我都係好想睇嘅。但係好有意義咯，呢、這個我諗。係啊，失親兒童我都有去㗎，幫佢哋 FM 係啊，佢哋真係 because Federation for Bereaved Children， 因為佢哋父母唔喺度，但係佢哋好需要人哋幫助，又係我好中意做功德㗎。Okay。咁最後一個問題咧，我知道蘇珊姐姐咧都係一個歌唱嘅老師啊。係。咁其實好多係咪好多藝人都係你嘅學生嚟嘅 ？DJ 啊，嗱，嗱，范振峰都係啦。咁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第二個老師嘅。咁我嘅 coaching 咧，除咗可以教佢唱歌咧，我 performance 我係強項嘅。譬如你即場要出嚟出台表演，你淨係齋識唱歌你唔得噶嘛。係。咁我會幫你執啊。嗱，范振峰又係我學生啦。咁啊，維維啊，梁烈維啱啱攞完獎都係我學生啦，啊，係啊，啊黃依文又係我學生啦，佢已經出咗唱片啦，咁係啊，阿漢陽都係啦，咁都係好多都係已經好叻噶，Winky 啦，以前 Hotcha 一個 group 佢都係學生啦，係咯。咁你去教學生其實係要最注重咧，其實係譬如佢有個好嘅聲線，但係可能點樣可以令到佢即係佢更加。去提升咗佢另外一個 level， 收穫好緊要㗎。佢哋幾個我頭先提，就算樂童都係嘅，佢哋個個已經係藝人㗎啦。咁但係佢哋想好啲咧，當然功多藝熟，唔可以懶咯。因為佢哋有陣時佢哋根本冇時間，咁佢哋顧住拍戲或者咩，但係佢哋乖就咩嗱，我知道你又有登台，就算你喺沖涼房啊，繼續唱 ，yeah， 好緊要練聲，唔好懶。嘿，我熟嘅唔得，揀歌要就算。你唱過好多次，再唱多啲，望下個鏡呢個好緊要。有好多人係唔識或者唔願意睇佢哋嘅表現喺個鏡嘅， okay。 真係㗎。
a lot of people 或者你錄起你自己，當你自己係一個評判，好多人唔中意做呢樣嘢，唔想聽自己嘅瑕疵啊嘛。係啊，呢樣嘢已經係可以幫助到你好多嘢噶，大家可以試下嘅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好多謝阿蘇珊姐姐嚟接受我訪問。歡迎你啊，我都好開心啊。好開心，咁咧就好期待蘇珊嘅演唱會啊。好，多謝。我希望五月咧，如果我有時間翻過咧，一直去支持睇你嘅演唱會。好，多謝你。好多謝大家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